竟年龄大了，这张照片即便化了妆，皱纹也很多。何炅到底做了什么事呢？让炮轰了。原来何炅在微博上公开支持狄仁杰之四大天王，表示自己里面很多亲人，网友们都沸腾了。宋祖德立刻发微炮轰何炅，趁何炅谢娜都是扭曲青少年三观的罪魁祸首，追捧韩国明星，炒作包装出了很多歪瓜裂枣的艺人，因为自己老婆比他大几岁，而几十年不敢让自己老婆公开亮相，呼吁广电总局封杀何炅谢娜。何炅一直以来在大家面前都是一副好人缘高情商的样子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炮轰他。但是说句公道话，宋祖德的攻击并非没有道理，因此才让广大网友议论纷纷。毕竟追捧韩国明星确实不招人待见，你们怎么看呢？